变卖我所有的资产，赶快逃跑。这场对话让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已经觉醒了，可能联想的就是台湾了。他说：“你有看吗？原来你知道吗？姥姥都知道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突然之间黑的就变成白的了？”他姥姥去找市长了。你们说话肯定是他姥姥给我讲的。他那儿就说不是说像一般老百姓去高跟鞋高级布料的旗袍举止优雅且落落大方，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I could be red or I could be yellow be blue or I could be purple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又要来啦，还要爸爸和妈妈。 Yeah，Hello， 朋友们又见面了，我是优妈，现在在我的家乡黑龙江。今天呢，我们全家人会到姥姥家吃饭。这场聚会呢，我们也聊了很多敏感的话题，是这场对话让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已经觉醒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热乎乎打印出来的作业。哎呦，蛋蛋！这可怜小朋友，你的暑假作业有多少页？500页。陪陪小孩假期作业。每天要运动30分钟。很好啊。然后每天至少做一件家事。哎，你们有这个要求吗？每天运动30分钟。然后妹妹写作业，姐姐写作业。OK。OK。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事儿吗？你小的时候可是那种天才儿童。天才儿童，你现在也是厉害的呀，你现在成绩那么好。您的小猪4岁就会乘法是不是？我是4岁。嗯，今天在姥姥家吃饭，这是我姐姐给我烧的爱心黄瓜当水果。哎，在做饭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家人就会跟我聊一些就是最近就让他觉得毁三观的事儿。他们觉得是乌克兰侵略了俄罗斯，不对，是俄罗斯为了捍卫自己的本土，完了不让乌克兰进行进一步的侵略。对，完了然后打起来了，保卫战。我刷到了，是俄罗斯违背了国际什么什么条约，公然出兵乌克兰。他说：“你有看吗？原来你知道吗？事情不是这样的，毁三观。”但当时我没有提任何的我自己的感受，因为大家看到的新闻可能和我看到的不一样。这种东西每个人就是看到的就决定他的思维嘛。现在的算法都是你想看什么他就给你看什么。对对对对对，或者说是你看到什么是人家让你看到的。对的，他开始真的怀疑他看到的一切是不是是真实的。为什么突然之间黑的就变成白的了？这个、白的就变成黑的了？这个我都没想过，他留言给我们解惑吧。我也确实很好奇。我也不知道，你有被打击吗？啊！当我们在聊俄罗斯的荒诞的新闻变化的时候，外面哗哗，不是风不是雨。我姐说昨天晚上的飞机一晚上没，一直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没这样。听。又一架飞过去了。如果来看最近我们家乡的这个飞机的频繁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比咱们家台南的家还频繁。声音在你上方走过去的时候，你难免会有一些联想吗？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怎么了吗？但如果说我没跟你说的话，你也会注意到吗？姥姥都注意到了，我妈就没注意到。完了，大姨，我问大姨，大姨说她完全没听到。对吧，就我觉得我妈就特别有代表性，无力呀、啊、但是好多人都意识到了。我的家人们在问我俩，我俩也不知道。对呀，你要说是在发生在厦门，嗯，或者是发生在福建，嗯，那可能联想的就是台湾了。对，因为我们离得近嘛。对呀、啊、但是我现在家里的地址，我是在绥芬河这边，就是我们和朝鲜挨得也很近，然后我们呢
和俄罗斯挨得也很近。对，你一个家人说了，这就是训练啊，他们总是要训练的。你不训练到处打仗，你用那啥吗？别的这波还是要打。咱老说了，咱老小的时候就备战了，一直备到现在八十多岁了。不是，这大东北的呀，我们那边是，海峡西岸飞几趟，我们就飞几趟。对，你们是，我们那边是陪飞。对，是陪飞。那训练的费用很高昂啊，因为飞机起飞要耗油吧？如果大家记住，帮我补充，就是台湾的飞机一起飞就是60万台币，大概就13万人民币。我这次回来粗算，一天大概能飞多少次？10几趟20次。如果是训练，那训练的好密集吗？对呀、啊，大家帮我补充一下。对，我又一趟。就回来，就算你的油没飞完，它也不能再用了。这就是两边烧钱玩的呗。这个是我姥姥的猜想，他们是训练。如果不是训练的猜想，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他郑成功是解放台湾的，是郑成功是有功之臣的。又想起某个时期，东北备战可紧张了，天天的那个就那个备战那个警笛声，我们备战挖地道，为啥？出去干活给饼。啊，你挖地道，他就给你个饼。啊，你去挖地道，到时候中午饭啥的都是那东家管，单位管，给饼。完了给肠得算挖了一个整个那个循环的啊、那个塌了一半儿，塌了一半儿啊。又想起一个悲伤的事故，有个孩子小孩进去玩去，结果没走出来。哎呀，那么大呀里面，你相当大了，我没走出来，那就他就饿死在里面。那可不，整个家长也没找到这个，天天那个鸣笛儿，天天那个防空号天天响，那个年代。那时候都没你们，你紧张吗？天天听这个声音。那时候我紧张，我不知道姥姥紧不紧张，我紧张。那时候我上班，我想我变卖我所有的资产，赶快逃跑。我没有想到我的生活是从一个战斗机飞到另外一个战斗机。不止你感受，一直在感受。你从外地的朋友回来，他也发现。外地的朋友回来，他也发现了，但是是敏感的人。但你如果说有没有不敏感的人，有，我妈妈就是那个不敏感的代表。有吗？没有吗？说你天上有这么多飞机，有吗？我没有注意啊。但你姥姥就很清晰。我姥姥很清晰，我姥姥是飞什么飞机？我姥姥是很敏感的人，因为她的确经历过，她被炸过。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对吧？可以这么说吧。二次大战出生的。大陆家人看的台湾作业。你还是能看得懂的吧？能啊，繁体字能啊，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度过。我觉得大陆人看繁体字比较容易，但台湾人看简体字比较难。啊，蛮难的。太简易了。对，你老姨原来读那个佛经，哦，都是繁体的。大陆现在学佛的人还是依然繁体字。他们没有，虽然不会写，但是能看得懂。他们没有进化。送给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八在准备当中。我是应该是六，后来大姨拿了一个菜就变成七。这位是我们家的西瓜姐在切西瓜，萝卜丸子。有萝卜香气，是吧？它是用萝卜和豆腐，蕨菜，你们的远房亲戚。这个是筋吗？它挺烂乎的，它是不就是金门的那牛肉吗？嗯。东北传统的酱牛肉是吧，姥姥？对，酱牛，好像进的牛肉干，是不是？没吃饱，好像啊。家常便饭而已，不要太震惊。15年老店，嗯，但牛肉味很浓哈。哦，牛肉98一斤啊，怎么这么贵呀？我给带了两瓶金门高粱。嗯，那就在那个包裹里呢。我知道，是吧？肯定好吃。来，我去。好吃啊，好吃吗？嗯，他不是，他问你，他没用盆喝过水，他看那个盆，他有点吓人啊，感觉。漂亮姐姐，太棒啦！漂亮姐姐，太棒啦！漂亮妹妹，今天最经典的菜就是这么一盘柿子，它的做法很简单，番茄切成片儿，
再加上白糖就可以吃了。姥姥的继母是个神秘的女人。那照片里面有他俩了？有。那照片呢？照片好像在我家哪个相册里吧。这他抱着我，长得可富态了，可漂亮了，漂白的。那个你老姨说大个儿，气质吧，他的历史我还真不是太清楚。你没有问过你老姨说他是气质特别好，气质型的。嗯，对，那你气质漂亮啊。你看我父亲那阵比他大多大？大多大二十多岁，大二十岁。我觉得太老爷，你看我父亲福气哦。这位神秘女人是姥姥如己出。终身未遇。我母亲去世呢，我才三岁，她到我们家。她是被她的丈夫抛弃了是吗？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没跟我讲过。她从来都没讲过。没讲过。去高跟鞋，高级布料的旗袍，举止优雅，且落落大方，是姥姥对她的初印象。可以肯定是太姥姥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你太姥爷走这儿，我的心没那么难受，你知道吗？等到他走着，我这心就不行了，就好像特难受，特难受。他姥姥到底是什么来的？但是我听你老姨说啊，就说咱太姥姥的眼光是很高的，所以他应该是从一个很高的家境很高的地位。对。对对，然后到底遭遇了什么？他那人就说不是说像一般老百姓。现在连他是哪里人都不知道，对吧？后来你不有知道大水壶的吗？那时候就一家家卖水，一毛钱那一壶了，五分钱一壶。经商，他有经商头脑。对，他就整个大水壶，然后呢，后来都撤了，他自己去找市长了。当然了，那我和他也太像了。只有他就留下，他就成为特别的那个。对，就是每月周六周末，就是紫云小学的学生去给他打扫卫生。她一个女人怎么做到这样？哎呀，我妈那气质她。太姥姥去找市长了。那说话肯定太姥姥跟我讲的。可能她的秘密就不想说出来啊。对呀、啊，你那她肯定有交换什么东西。不能，不是，她可正义呢。你看你人思想，你们理解错了。你们理解错，她一定是她不是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但他就不想再掀起什么，把秘密一同带离人世间，或许是对姥姥及后辈最大的保护。这飞机我刚一直到十一点多钟。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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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呢？那不就是传家宝了吗？哎呀，真的，一分的，这是五分的。你这个是最古早的，我这个可能还在轮回中。1977年的这个吧，上午我搁抖音看的。可能是一个也不是几个，给3万多块钱。真假？哎呀妈呀！那姥姥，你先发了。那今天的晚饭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说了一下现在的状况，大家的生活的心得和感受。那就请期待我们下期影片，拜拜！记得订阅哟，啾咪！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可以选择悠悠粉、悠爱粉或是悠福粉。选择好之后呢，点击蓝色加入键，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这时候出现页面，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我是悠妈。我是悠悠。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记得下方留言哦。对。